当你的作者是个爱脱稿老师超级大神。老师别烦我。老师啊，我跟你讲讲讲吧。干什么呀？有话好好说吧。老师，老师你交一下稿吧，你再不交稿我实习过不了会被开除的。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的吗？为什么在外面爱了八个？你这个负心。行，你赢了。